喂，睡觉呢，等你再打。我电话。哎，老婆，我们这公司加班呢，刚才那是薇薇呀。哎呀，我头发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你不是，哎呀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。哎哎，我媳妇咋的？她误会了。睡觉了，困死了。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我去。喂。对，我们在公司加班呢。对。亲爱的，这个宾馆不错呀。我去洗脸了啊。不用洗脸。你媳妇儿打的。我们再关注一下吧。